大家好，我是陈俊恩，证明不重要，请记住我 ID 叫什么 ？ID 叫 Dylan。你说我很呆，我说我很帅，我不是中国人，但我有中国心。问我哪里人？我是马华人，马来西亚美，风光很秀丽，景色特宜人，所以我欢迎大家来旅游。不过大家请放心，因为飞机它不会再失联。Yeah！大家好，我是胖胖 Jerry Song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这季Talon CR 队伍最后一支新成员的介绍影片。让我们欢迎沙场老将 Dylan。2016年一路征战至今，去年也在 Kicks 队伍中待了一年。虽然在Talon Trial 中曾经拿过单打 0-8 的成绩哦，但单打的弱点并没有将丰富的双打经验所掩盖。这季搭档 Tattoos 必担任培训他双打的重任，而加入塔隆后，他也努力尝试补足单打的不足，在训练时已经不再被压着打，而是有输有赢啊，也足见他的努力。希望他这季能挥别过往的记录，迈向更好的成果。最后就让他霸气的说一句：我们赛场上见。